中央领导的信，都是和你们，咱一起读这个稿子。你们用你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壮丽的才干，创造了人间的奇迹。这一次再次的说明我们中国人民有着很强的凝聚力，有这种凝聚力，我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协助，就也是靠这种凝聚力，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，以及在这次抗洪斗争当中，我们可以始终列于